根本无做过太阳能的，你做台天数乜解啊？你讲啊，你系一只落下嘅人，你讲嘿？在这段时间，其实我们表演老师常跟我讲的，就是说，你真的要记住，你也是一家之主之外，你也是豆浆店的老板。然后这几十年来家里发生的风风雨雨，你都要想办法努力的撑过去，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也必须要，即便心中有极大的哀伤，你还是必须要把自己盯在那里，因为你就是家里的一个领导者。我知道一下做成年应该冇强用，做得少买几用诶，行政之路线唔许懂吼。做成年要经验判断，唔免妄想。妄想做唔得嘿，我又搞一下你啊。有听单呢，很懂的。大家先来顺便要再听单好吗？其实我觉得舒翰这个角色有点像是每个家庭之中的一个润滑剂吧。有的时候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，每个人的角度不太一样的时候，会有点难以去理解对方的想法。那舒翰这个角色，其实我觉得他刚好的可以完美的稍微消化一点这个方面的问题，因为他可以让大家稍微情绪先缓和下来，然后原本可能都是站着说话很紧张，就是剑拔弩张的感觉，但是他让大家稍微放松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，还有放下过多的执念，带给大家温暖，我觉得是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。有听单呢，很懂的哦。大家先来准备要再听单好吗？挑呢两万，又挑什么两万？挑两万。饭团两只，乱饼两只，馒头夹乱两斤。好想啊，李叔。把你的馒头夹蛋，馒头夹乱。这个讲，你讲自己最会笑场。这个要改一下。就这样。慢条搞咯。一点的餐点好了，谢谢啊。